直播带货怎么了呀？哎，这明星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？明星做什么不行啊？人赚点钱还不行？随便看，随便看，平台全平台你去看，看完了再回来看我了，你看谁的便宜？官方价99块钱一块钱，你花钱含笑，我送给你们1块钱当送。你老把什么带货主播、明星、网红，非要分个3、6、9等，有意义吗？你有必要分这个东西吗？那你说你连网红都不是，那你，我想问你，你自己把自己放在哪儿，对不对？网红怎么了呀？直播带货怎么了呀？明星又怎么样？我这句话我他真不想再说多少次了，真不怎，也就那样，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？那我们开开心心的做着我们的工作。我们都自己都不给自己定位呢，那我不给自己定位，别的明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过，我活到现在为止，出道到现在，你们认识我的应该都知道我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从来不装那一茬，你懂吗？所以你不要总是说看到一个明星去做了点什么事情，你就觉得哎，这明星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明星做什么不行啊？人赚点钱还不行？谁不想赚钱啊？你告诉我，我做明星也好，我直播带货也好，那我也赚钱。我是啊，我摆明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赚钱。我赚的是有良心的钱，我对得起我所有的消费者，我对得起所有在我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，这就够了呀。品牌赚钱了吧？你们拿到了最低的优惠了吧？那我也赚到钱了，有什么不可？哎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告诉我，也不跟你们说什么剧本这个那个，吹得花天酒地的，最后其实也就那样，钱都赚自己兜里，咱不当那种人。你们要知道，我是一个不缺钱的人，但我爱好挑战。我要把我挑战的每一件事情做牛逼，做到位，做完美，我要证明给每一个圈子的人看，我觉得这次我做到了，所以我就不只是一个有钱的人，我是一个懂得如何贡献的人，懂了吗？如何挑战完美的人。我也没什么钱，你说我有什么钱啊？我真没什么钱，你们不要把我想的那么有钱，我很穷，你们要知道我是一个不缺钱的人。你说有钱又怎么样？那我用的牙刷跟你们用一样的，面膜用的是一样的，护肤品用的是一样的，哎，发箍1块钱一个用的是一样的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叫有钱没钱的？别老跟我唠这玩意儿，听见没有？顶多，对不对？稍微住的地方可能大那么一丢丢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呀？车子开起来不都四个轮子？上了地儿不还一样跑？都一样。咱们不要去计较什么有钱没钱的，把事儿做完美。做到位，大家都开心，对吧？